这个你们是图坑莺歌队的三兄弟，对对对，亲兄弟，对对。谁最大？你把他叫什么大哥还是叫什么？大哥。大哥叫什么名字啊？陈林坚。陈林坚。对。然后老二是谁啊？我。哦，你是老二。什么名字呢？陈林海。然后这个是弟弟。对，弟弟老三。弟弟老三是叫什么名字啊？陈于洲。陈于洲。哦，然后哇，弟弟个子好像最高哦。对对对对。有1.8米吗？有。哦，现在你们这个三个同时都在莺歌队。对。谁跳的时间最长啊？我。你已经在莺歌队待了多长时间了？我是2016年参加。哦，已经有8年时间了。对。然后你们两个跳莺歌跳多少年？我是2018年参加的。啊，你把话筒靠近一点给他。我是2018年才参加的。嗯，然后，早一年吧。早一年，2017年。2017。啊，所以你们差不多三兄弟都是相隔1年时间参加这个莺歌队。对对对。所以你们这个已经同场一起表演的话，也起码有5-6年的时间了吧？对，有的。嗯，这个你们都是平常。你们现在是三个都在工作还是在读书啊？我在深圳。你在深圳工作？对。然后我在广州读大学。你在广州读书，然后你呢？我也在深圳工作。嗯。你们这个专门回来是就是练习莺歌吗？还是在专门回来回家过年？两个都有。两个全都是。嗯。然后什么时候要再返回工作岗位啊？元宵节后。元宵节后。对。然后你是什么时候会要回去上学啊？3月份。3月份去了。 等学校通知。哦，所以你也是要什么时候回去上班呢？也是元宵节过后。嗯，你们今天这个是一个什么活动呢？这个老爷开光。老爷开光。对。嗯，还有妈祖换袍。几点钟开始那个化妆表演的？2:30。哦，化妆，然后已经表演了几场了吗？对，早上。对。哦，今天还有表演吗？有有有。哦，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，就是说，你们家几个兄弟啊？就我们三。三兄弟。所以你们三兄弟都参加了莺歌队。对对对。嗯，为什么都很喜欢莺歌吗？对啊。从小就在这个氛围里面，而且大家又很喜欢。嗯，然后打算跳到什么时候？跳不动了。跳不动啊。对对。嗯，好好好，很好很好，很棒。